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白莲花童子。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路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你好。爱斯特鲁。爱斯特鲁。谢浪耶。谢浪耶。欧拉米哥。欧拉米哥。Que quiero mucho。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やっぴ、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にちは。啊，现在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6月27日下午3点 PM， 是长寿佛护摩法会 ，Long Life Buddha Fire Offering。Ceremony， 它上面写着全球庆祝师尊圣诞，应该加个炉，因为每一个宗派都叫师尊。对啊，所以有时候你讲哎。我们师尊，他会问是哪一个师尊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宗派都有师尊，所以要加一个炉字，全球庆祝炉师尊圣诞，6月27日，Next week， 9/27，也就是 May 18，这个我这一生当中啊，只有两次遇到，农历5月18，刚好是阳历的6月27日。这一生当中 ，only two time， 一次就是在19岁的时候会遇到农历5月18，刚好是阳历的6月27。到了77岁也会遇到一次。
只有这两次，没有第三次。你有，我没有。这个算了嘛，对不对？那一百岁只能够遇到两次。所以下个礼拜天是长寿佛护摩法会。那么大家也知道 Long Life Buddha Fire Offering Ceremony 啊，这个法会啊，特别有它的意义存在。啊，至于你们要不要筑起，不勉强，因为 COVID-19 那么久了，全球的经济啊，几乎都停顿了。那公司、企业，甚至于做生意的，大家都非常的穷困，叫大家这勉强参加护摩主起，于心不忍，于心不忍，嗯，大家随意吧。啊，这是报告。那今天呢，这个大白莲花童子的父母，这个非常的殊胜啊。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修行。都能够正果，所以在回向里面有提到，菩萨有十地，从这个初欢喜地，一直到了法云地，第十地是法云地，这十地菩萨都有果位。那么密教里面道果里面谈到十二地半，就是到了顶级，到顶级的时候啊，就已经是究竟道啊，知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到了究竟道的时候啊，就等于到了十二地半啊。道果里面讲到十二地半，那个时候啊，也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自在，很多的自在，因为啊，人。都是不自在的，因为很多的苦，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谛听，大家仔细的听，后面那四个字就跟着来，人生是苦，人生真的都是一直在烦恼，在病痛，尤其啊，老跟病最苦，
老跟病最苦，人老了都是有病，就会跟着病，就跟着老一起来。人生的苦啊，师尊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老病的苦，现在渐渐的了解，渐渐的了解老病的苦。尤其啊，看到了师母的，再看到了自己的，你要一天呢，非常精神，非常的舒畅，身体非常的健康有力。有的时候啊，是求之不得的，你求了也得不到啊，这个是自然的现象。这里有一个笑话，面对疫情千万别害怕，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哪一个人能够活着回去啊？就算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就算耶稣也是一样的，就算穆罕默德也是一样的。所以也不用怕。我最近常常讲一句话，生有何喜，死有何悲。啊，我知道啊，像印度啊，有什么变种的德尔塔啊，变种的印度有变种的德尔塔，我真的很想去印度一趟。又听说这个秘鲁啊，秘鲁有变种的更厉害的，比印度的变种更厉害的。南美洲啊，秘鲁有变种的这个更厉害的，我真的也想去一趟啊，去到那里啊，我便不是想怎么样，我是想说去试一试这个变种的 COVID-19 是什么个样子。对连人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眷恋，没有了。也可以讲，走到现在，差不多也放下了，差不多也放下了。这个佛亲佛齐问我，你的生日啊，爸爸要什么东西？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真的什么东西也不要，没有什么东西好要的。其实娑婆世界的东西要了也没用，都不是你的。那记住，大家记住《心经》里面讲到，因为认识了无所得，所以菩提萨埵，在娑婆世界你得不到什么的，因为你已经认识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菩萨。这个丈夫问妻子，跟妻子讲，丈夫问妻子，这么热的天气，你把窗户都关得这么紧紧的，是什么道理呢？妻子回答，这样子邻居才会以为我们装了冷气机。告诉大家，实质都没有，何况是名。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名。那现在进行这个你问我答。新加坡白嘉韵，好像上回有问过哈。新加坡白嘉韵问的，阿弥陀佛，师尊你好，弟子想请问，甘露水法是否要另外灌顶，还是只要灌过的本尊？就可以以本尊修持甘露水法呢？请问甘露水法是否也能像神水法一样，有助于增长身体的明点呢？谢谢师尊珍贵的开示。我告诉大家，甘露水法，我们以前做供养的时候啊，我们念的大平金气降空压归心降罗刹归诸佛甘露四穷万唵牟帝娑哈唵牟帝娑哈唵牟帝娑哈，然后把水洒出去，这就是甘露水法，在供养大平金气降，这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系充满，这是外供啊，外供。常常做外供，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分。这其中也是甘露水法。我们常常比一个手指，用金刚指，在水面上写一个"弘"字。梵文的弘字，弘字念弘弘弘，然后把水洒出去，这个就是变化甘露水的方法。
甘露 水法很多种，很多种的甘露水法，比如做灌顶的时候，这个拿起这个灌顶的盆，然后观想本尊进入灌顶的盆里面，然后本尊的毛孔放开，由本尊身体里面流出很多的甘露，然后再做甘露灌顶，这也是一种甘露灌顶的方法，一种甘露灌顶，甘露水的灌顶非常多非常多。你头上这个观想本尊跟佛母双印，他们坐在莲花上相双印，然后有一根这个筋穿过你的顶窍啊，顶穴啊，进到你的中脉，由本尊跟佛母双印流下来的这些水进到你的身体，乳白色的充满你的全身，这也是甘露水法啊，这也是甘露水法。甘露水法很多的，很多种。那么有助于增长身体的敏点，事实上甘露流到你的身体里面，当然是增长你的敏点，当然是增长你的敏点。那需要另外灌顶吗？我没有拒绝说你要不要灌顶啊，我没有拒绝，也就是说你想要甘露水法灌顶，那么你就写信来。本来这个灌顶有些是要清灌的，像你看以前我在书上写的孔雀明王的这个灌顶甘露水法，星光身法、其余法、直移法、正地正法、增益法、敬爱法、净身心法、除鬼怪法、除病法，孔雀明王的法通通要清灌，要清灌。爱染明王法，你看爱染明王啊，这个癌染，日本话是癌染，爱染贵，癌染卡兹达，爱染明王法，爱染明王是坐在甘露瓶上面，所以他有像化相断恶法、大精爱法、科相法、除魔法、甘露水法、解毒法，这些法通通都要清灌。这个红财神从鼻子，他的鼻子喷出来的水也是甘露，也是属于甘露。这个就没有想，没有讲到这个要清灌。除了孔雀明王做本尊的，爱染明王法做本尊的必须要清灌，其他的是可以遥灌。那么你要遥灌，你写信来也是可以遥灌。
关于瑶池金母水宫，我们迎请诸尊下降以后，要迎请水宫的本尊。这个时候啊，他进到这个水宫里面，本尊进到水宫的里面，他的毛细孔张开，一样的流出甘露。那水宫的水就会变成甘露水。这个法有这样子的法啊，这个就是瑶池金母的甘露水。很多种这个甘露水的方法在密教里面。那么要灌顶可以灌顶啊，要清灌的还是要亲自来清灌啊。孔雀明王本尊的，爱染明王本尊的，必须要清灌。是回答新加坡白嘉韵。再来回答台湾莲花红明，弟子谦敬顶礼根本上师圣尊莲生法王，请示师佛一般在家居士如何帮助有缘的法界无形灵众皈依师佛，除了填写皈依证书及附上皈依供养经外，需要在坛城前做何仪式或念何咒才能够确保圆满？这个感恩具恩的根本上师莲生法王适宜慈悲的指导教示，阿弥陀佛。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把家里供奉的土地公也皈依啊，皈依卢师尊啊，也把它皈依卢师尊。这个一般来讲，你只要禀告了，只要禀告了土地公或者一些神明啊，地方上的一些神明已经禀告过了，而且你把杯啊，这个同意了啊，你才这个报名帮土地公皈依这个真佛宗，皈依啊卢师尊，这是你已经禀告了。你不要随便，如果人家那个土地公不同意或者一些神明不同意，你不能够勉强啊。师尊有一句话讲，什么事都不要勉强，凡事不用勉强，不用勉强任何事，最好是自然，自然就好。太勉强了总是就是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这个反感，或者引起人心里产生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出来。凡事自然，如果是说家里的土地公，你想帮家里的土地公皈依，那你先把杯啊，他同意了你才给他报名，不同意的话不要勉强。师尊一生啊也是一样，这个什么事情自然就好，勉强是不好的。
也不要去勉强人家。你看这社会上的这些现象，都是勉强惹来的祸。像男女分手，你看男女分手本来就是自然嘛。我觉得好像是男朋友女朋友，那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有一些意见出来了，有一些摩擦出来了，那你觉得不太适合，你就不能勉强对方，对方也不要勉强你。最愚蠢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子要勉强人家的。你看最近台湾发生那一件事情，对，那个有一个现役军人啊，去找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那女朋友要跟他分开，那个男的不肯，就要勉强，还是他爱他的女朋友，最后居然拿了枪，把对方的改造的枪，把这个改造的枪打了那个女孩子的心脏，一枪就把女朋友打死了，这是最不好。但偏偏这种事情不只是在台湾，在全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不合就分手嘛，你何必那么勉强呢？天下又不是只有这个女生。我常常讲，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多得很啊，女生多得很啊，更好的都有啊，男生也多得很啊，更好的都有啊，你勉强在一起，大家一起痛苦。哎，缘分到了，大家一起；缘分没有了，大家分手。就是这样子嘛，自然嘛。所以我觉得自然，这个道家讲了，自然就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道自然，什么事情都不用勉强，太勉强了。这个恨来恨去有什么意思？我们修行人不能够有恨。我告诉你，修行人就是心中唯有这个爱字，不能够有恨的，这才是修行。你心中还有恨，你凡夫俗子嘛， 你根本没有修行嘛，你有什么恨？你心中只要有恨，就是下地狱的种子。我们行者啊，心中只能够有爱，不能有恨。你不知道吗？爱跟恨呢，同样出自你的心。爱很容易转变成恨，同样一个东西。所以你心中有恨，就要想办法把这个
恨除掉，这是自然之道啊，自然之道。所以这个帮众灵皈依这个卢师尊，也要征求他们的同意，你不能把勉强把他推过来归，不能够的，凡事不要勉强，大家非常这个平和的过日子，勉强了不好，都会伤害到对方，也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产生业障，产生障碍，这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上到处都有这种现象，夫妻也是一样啊，都已经大家都结婚了，互相宽容啊，宽容，这样才能够夫妻才能够长久。我宽容你，你宽容我。啊，你原谅我，我原谅你，啊，彼此之间相处之道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然后多想他的辛苦，啊，想自己，啊，这个对方对自己有恩的地方，这样才能够相处啊。啊，这是回答台湾莲花红明的问题。新加坡莲花之善，莲花至善，弟子莲花至善和家人顶礼师尊。如果弟子没有把握能以密法成就，是否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易行道的方式，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跳出轮回，祈求师尊慈悲引导，感恩感恩。他这个问题很好，好，我们一般来讲修密教的必须要靠气，靠脉，靠明点，要身口意清净，本尊相应，要靠着火，要靠明点。你身体没有明点呢，口水都没有了，脉啊也不通了，你那个脉早就枯萎了，全身的脉早就枯萎了，你身体已经残破了，着火也生不起来了，明点也几乎没有了，这时候叫你修明点法，修着火法，修开五轮，太辛苦了。你如果依净土宗的修法，啊，想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们常常念，啊。用唱的，用念的，或者用一般的念佛持名都可以，要唱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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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用唱的也可以，要快一点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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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的也可以，念的也可以，要念慢的。那啊啊啊，摩哦哦哦，啊啊啊咪，一一一哆，哦哦哦佛，哦哦哦，也可以唱，唱的慢一点的，也可以唱的快一点的，也可以支持名。而每天我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念佛。什么念佛啊？我在叩牙、运动牙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二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一二三四五六，叩齿三十六通，我就开始念佛了。我在鸣额鼓的时候啊，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二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四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五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六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七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我就开始念佛了。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念佛，鸣额鼓也念佛，做三十下的伏地挺身也念佛。我也是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这样子念佛的。我晚上啊，摩擦自己的腰的时候，也是念佛啊，全部都是念佛。我还是在做净土中的念佛，所以你确实不能够修内法了，那你就念佛。你说这个阿公啊，阿嬷，他们气脉都已经很衰了，都已经很衰弱了，你叫他勉强修内法，修不成，那只好念佛求往生。到了你临终的时候啊，你也念佛，一心不乱，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你临终的时候七日念佛，你一心不乱，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这现身在你面前，把你接引走，就成了。去到那边，你再好好的到了净土，再好好的修行，非常好。这个弟子问得很好，我们难行道我们也修，易行道我们也修，都会有成就的。师尊不是修了密法以后就把这个念佛净土宗就忘了，禅静密力全部都在里面的。这四大宗派，禅宗、净土、律宗、密宗，都在里面的。禅、净、净土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都在里面。你跟什么有缘，你就修怎么样子的法。因为比较困难的是密教，比较易行的就是净土宗。而师尊还是修净土，便没有把净土放掉。阿弥陀佛，师尊的本尊是阿弥陀佛，那么要本尊又是地藏王菩萨，本尊又是瑶池金母，我每天晚上超度所做的就是瑶池金母、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几个主尊都是我在修的。所以修净土也是非常好的。以前我曾经在这个太溪纪念馆听李炳南老师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另外楞严经里面一样有提到这个所谓念佛圆通法门，文思念佛圆通法门都是非常重要的。到药局买药，突然忘记药的名称叫什么，这个老人家就知道了。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弟子，其实是叫不出他的名字，已经忘掉他的名字，以前很熟的也会忘掉他的名字，这个就是我希望自己老的时候还记忆力好一点，不要像那个阿兹海默症的失忆了，什么都忘了。药局老板讲，我纵横药界30年，只要你讲得出药的其中两个字，我就知道是什么药。那个老板说，你只要讲出两个字。想了半天，跟老板讲，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老板讲，讲吧，什么字？我说，胶囊。真的，阿兹海默症、失忆症也是蛮可怜的。然后两个兄弟吵架，哥哥骂，去你妈的，这个都是粗话。弟弟回，你娘看好。
父亲从房里怒气冲冲跑出来，各赏两兄弟一个耳光，便扯便骂他们：你妈是他妈，他娘也是你妈，做孩子的怎么能够骂妈妈呢？真的是他奶奶的，不像话。他也是骂了。夫妻吵架，老公生气甩门就走，太太从窗户问他几点回来，老公讲再回来就是孙子，太太就很生气把门锁上。两个小时以后，听到门口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奶奶，我回来了，快开门。他回来就是孙子，还是不得不回来。昨天去看牙齿，发现帮我看牙的女医师很漂亮，心想现在女孩子都喜欢有钱的，一定要找机会表现我的实力。这个女医师讲牙齿已经蛀坏了，要拔掉。这位男士就讲，拔了牙的话会不会影响我开法拉利呀？这个女医师讲不会影响，就是吹牛的时候会有点漏气。好，我们讲一下道果哈。我们谈真如验相，真如验相，真如验相的功德现其心，诵吟就近真如验相得一果，为无相解脱门，无以消明能所二执之分别。若失此意，则诵吟穿透，即能穿透为心气净分之大净分，所穿透为穿透中脉至顶级。诵吟童子成意，人为心成佛之成，法界宫殿是无相解脱门究竟时，名童子成意法界。诵吟以菩提心为穿透，为以心气净分之大净分，穿透中脉，令开取孔窍，而容行于最胜等顶级。依据真如验相现其心，诵吟果报身净土极善等能动等，此处诵意与第三中气时之地相同，虽称报身净土，然此应作法身净土。极善以十二地等所设大极善，善不能动摇等，下文所出之体性，身无以净土等亦能动之，如此次当知，此为黄布依止上师而率智任修故，
卓米大师故意颠倒错位。哎，这个卓米，卓米大师就是可以讲，当师的时候，他有几个徒弟都在他那里。这西藏的大医师是卓米。那么卓米也去过印度，啊，去过当时的天突。卓米医师呢，他本身是这个顶座毕瓦巴的僧，去到天突，那么礼拜了超界寺的五个门，东南西北中。那礼拜了五个门，学了法，回到西藏的。这个道果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提到卓米意识。那时候白教的马尔巴也是卓米意识的弟子，包括红教的三树尔也是在卓米大师那里。这里提到的卓米大师故意颠倒错文，就是不让人家知道了。那么马尔巴大师跟卓米医师要一些法本，卓米医师说，那你要供养多少我才要给你法本。那马尔巴到最后他自己就，他也有钱，就准备了一些黄金到印度去求法。那是马尔巴大师是这样。这里讲的就是真如愿相，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当然这个无相解脱门到了你十二地半到顶级的时候，无疑消泯能所恶执，就是能执跟所执，能执跟所执，就是执着的执啊，能够消除两种执着，你到了十二地半，自然你的执着就消除了，执着就消除了。我们人呐、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执着。你看我讲过的那个恨是执着，爱也是执着，爱恨都是执着。你到了，你到了十二地半，执着都没有了，能执跟所执都没有了，两种执着通通都没有了。啊，这是真如愿相。真如愿相，若失此意，则诵吟穿透，即能穿透为心气净分之大净分，能穿所穿透为穿透中脉之顶级。他的意思是讲说，穿透，穿透就是你中脉完全通了，一直到了顶级就穿透了。这里的解释是这样子解释，穿透能够穿透心气净分之大净分，所穿透的是穿透中脉到顶级，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当然没有障碍，你执着也会不会有了。诵吟童子诚意，童子是表示什么呢？
所以我讲童子，有的人把童子解释成为大士，像莲华生大士就是菩萨，就是菩萨两个字啊，菩萨就是童子，童子就是菩萨。那我们解释这个童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纯，很单纯的心，很单纯的心就是童子，没有什么，这无何有，没有，这个就是童子。你修到了那么十二地半最高的境界，快已经是成佛了，成佛了，你没有什么能够障碍你，就是穿透，也就是童子。所以他这里解释什么是童子，这个真如愿相，这个时候啊，就是心成佛之成。他解释童子成，就心成佛，你已经是成佛了，而且是新的，你进到童子成。童子啊，他没有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会去执着的，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那些法，那是法界的宫殿，是无相解脱门究竟时，这个时候叫做童子成意法界。然后我们看那个 baby， 小的那个 baby 出来，我们称他是童子。那个刚刚出生的 baby， 我才能，他根本没有什么叫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有的，心是非常纯洁、非常纯净的。所以那个叫做童子成意法界。是存在的。颂云：以菩提心为穿透，这是以心气净分之大净分，穿透中脉，令开其孔窍，而融形于最胜等级。中脉一直到顶级，穿透，穿透它。用什么东西穿透它？用菩提心穿透它，其实是菩提心气，用气穿透它，穿透它就是清净了，完全是清净的。像那个 baby， 你看，它是完全清净的。那个小 baby 啊，他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大染缸，他没有什么坏的心思，那就是童子成。依据真如愿相现其一心，颂云：果报身净土，极善等能动的，这个很简单。虽然那里是属于报身佛的净土，报身佛的净土，报身佛的净土，你到了报身佛的净土。其实，报身佛的净土跟法身佛的净土是相差不多的。是相差不多的，跟法身佛的净土。他这里有写到啊，果报身净土，极善等能动之，
此次送义于第三宗祭时之地相同，虽称为报身净土，然此应作法身净土。虽然称为报身净土，也是法身净土。萨吉善以十二地等所设的太极善、能动摇等下文所出的体性，身无疑净土等亦能动之。此处当知，此为黄不依止上师而甩至任修故。这个卓米大师故意颠倒错文，要依止上师去修这个行修法，到了十二地半。哦，这是父亲节的笑话。我这一生啊，坐过最贵的车，是我父亲的肩膀；住过最豪华的房子，是我母亲的肚子。这一辈子，我不求自己大富大贵，但求全天下的父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个人刚拿到驾驶执照，开车还不太熟，外出给客户送货，刚出公司门口，不小心就撞倒同事。这个人就急忙下车，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同事讲，不是我的错，其实你刚出大门我就看到了，可是我还来不及爬到树上去。啊，这父亲节是这里有一个这样子讲，这是一个发生在父亲节里的小笑话，却是献给母亲的最好的礼物。父亲节就快到了，幼儿园里的老师要求小朋友们每个人画一幅画献给自己的爸爸，并提醒大家，当然要画爸爸最喜爱的东西，比如爸爸喜欢钓鱼，你就可以画一只大鱼；如果爸爸喜欢汽车，你就可以画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小朋友都听懂，各自忙着画起来，唯独角落里的一个小孩子举起手问。他讲，老师，可不可以画妈妈？她是爸爸最喜欢的东西。这是最好的礼物。不要说老师叫小朋友画，爸爸最喜欢什么？那你就画一只狐狸。啊，Om Mani Padme Hum。